新北市昨天新增了一间两节加工厂，查到因为进口三批鸡卵，佮国产的两节染做伙，已经卖出去超过20,000公斤啊！涉嫌无照实飘散地，相当会当甲因罚到2亿。福昌盛一蛋加工厂曾经向中央畜产会购买了三批进口的蛋品，那产地分别是土耳其、巴西以及美国，跟台湾的国产蛋混合制成未杀菌一蛋，总共20,000多公斤，以产地为台湾标示出货给食品业者，已经涉嫌假冒，开罚新台币60,000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款。行政院指示对今仔日开始展开连续三天的联合稽查，提供各县市鸡卵流向的资讯。不过，台北市、新北市甲云林县等等，拢讲因无收到资料。新北市卫生局表示，因已经先将昨查到的无照实飘鸡卵产地案件移送检调侦办。